浓烟狂飘，香喷喷的烤香肠，老板狂翻烤，能卖几只算几只，因为接下来全镇就要开始吃素。假如这个生的没关系，这也是冷冻起来就可以了。因为南投埔里2020年建教时全镇如素，法会后第三年将举行旗安三县祭典才算圆满。13号起如素5天。我们不要出去好了，也唔使点就开始食菜啊，食素食啦。哎，啊，咱就食个礼拜。当地居民直到今日还是遵循传统，不止多数居民吃素，大多店家也不卖荤食。同样在南投竹山庙方人员捧着花灯来到浊水溪，时辰一到，依序放到水面。南投县竹山镇公所为延续2017年与竹山镇旧大公庙联合办理祈安五朝服教大典活动，12号起至18号与莲心宫、武德宫、香天宫三公庙一起合办做教委。搭要放水灯啊嘞吼，哦，旧店的可以一系列，啊，拢甲居民互动有关的啊嘞。这是地方的所谓盛事吧。不过以往9间庙大办，这次为何只有3间？那最主要是在106年的时候，我们有9间大公庙在全镇办理这样的一个祈福活动，那完了之后，最后还有今天就是有3间的庙宇，因为当时建教的时候没有做一个三线完教的一个工作啊，他们就是联合起来这3间庙啊，就是来做一个啊圆教的一个活动。做教委活动也让明年龙年的花灯先行亮相，使得大街小巷张灯结彩，弥漫年味气息。三新闻南投综合报道。